所以到这里来讲，看起来大家吸收上是 OK 的，就是上周吸收起来是 OK 的。那接下来各位同学就知道，我们现在有两支分支 ，Master 和 Origin Master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的树呢是长什么样子呢？我现在树，我的本地端跟 GW 端是长什么样子？有 GW。好，那以前老师在跟各位同学去做分享的话，我都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东西啊，我都会讲是更新，我把我的本地端的资料更新到 GW 上，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因为我要让各位同学知道，我要把部署到 GW 上是正确，所以我要更新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合并，是合并的是吗？是合并产品进入上去，所以接下来我就来特别讲一下分支什么东西，然后分支加入我去开个新分支出来。那以目前来讲，我现在开一个 Master 到这边。OK， 开个 master 到这边。那目前就讲这样的资料。OK， 然后这边的话，这边的话还有一个 origin master， 我这边就写不画，就只画本地端 master。好，在有些情况下的话呢，请问一下 GitHub 的话，它可不可以开静态网页？可以的话请加一，不行请加二。好，那请问一下，我要开静态网页的话，我现在工作要移动到 issue 型还是 settings？ issue 型请加一， settings 请加二。好，那都分上了。来 ，settings 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去往下看。我今天的话想要去开一个资料出来，source的话就切换到 master branch。你今天就有看到一件事吗？那边有提到，他这边就提到说，你的那个 master branch 啊，或者什么东西，今天就要去做整理。因为当今天我们开启一层 IT 的话，开启数据库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一条线，那这条线会把 commit 给串联起来。OK， 把 commit 串联起来。那这条线呢，你目前这条线就叫分，就叫 master， 预设会开一个 master 这条线，把每个 commit 进入给串联起来。你对这样的理解可以理解是加三。OK， 还可以理解是这条线就是把整 commit 一个 commit 这样把它连接起来。所以这些的话都可以当做是一个 master 分支的 commit 的线。好，来，我们现在就先讲到这里。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移动到这边来看，就可以看到，有这个记录，就会有空的记录，因为我刚刚说这个东西，里面都是有空的，代表它进来的时候。好，各位同学，你可以看到，我现在 master 啊，它是政治组织上的资料。我现在在这个产品啊 ，origin 啊，我再来看 origin。那 origin 的话是这边有个 O 斜线 master， 我就把它当做它是一个云端的资料。请问一下，目前的 origin 啊，它的位置啊是指向现在 GitHub 你现在看到这个位置啊，但是空的，因为我刚刚进来产品，然后也插入一支 CSS 在这个地方。我问一下各位同学，你觉得现在 origin master 指向哪产品？你觉得是这边地方的话请加一，这里的话请加二。没有错，Origin Master 目前指向到的话是远端 GitHub 的这个位置上，他现在给你看到资料都是目前所在位置，所以现在看到资料是在这里。好，那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做完事情，我们去做布局嘛，去做分析嘛，所以今天我开始做的布局。那我今天的话就写个序万，写个序万，一二三四。好，那写完的话呢，我就写个序万，然后 color 的话等于 blue， 好 blue 嘛。那如果今天是 blue 的话，我今天一样就是来去把它交到输入，然后呢 commit， 然后是 ADH1， 然后。然后 git push， 然后 GitHub 里面的 master， 我这样写的其实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请加一，错请加二。大家的同学，我哪里错了？我哪边要改正一下 ？Origin 是代表什么意思？我打 GitHub 没有错啊，是 GitHub 当分支的。Origin 什么意思？有机会立即抽 iPhone。Origin 是，对，我直接回答。原来数据库名称嘛，那我问各位同学，我名称可以自己改成自己想要名称吗？可以请加一，不请请加二。可以，好，大家对数据库有理解，好，对，我现在打个助手，乱打一下。他先讲说，因为我们要适合更高的分支，更高这个云端 repository， 因为我更容易理解 GitHub 的位置。这边的话确实加上各位同学讲的，Origin， 它就这样去。那只是这样去的话，它就会变成，就是我们刚才本地端是那个区块，所以黑的位置在这里。对。那今天当我布局的时候啊，其实这里的资料啊，它其实会跟这里，所以它会把这三个来去跟它合并，对不对？你现在挖对过去合并了，然后发现前两个一样，所以它就把这两个东西合并过去到这里。所以在这里的话呢，这个资料就变成这样。那它预设的话都会去抓到最新资料给你看，所以今天再重新整理一次的话，发现资料出来，原因是因为我把远端的 master 的这条线啊合并到这里来，运到这里来。那运到这里来的时候，如果有顺利合并成功的话，那这边就会再产生出新的产品记录，产品记录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些 master 就会出现到这个位置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资讯。这个就是 master， 不是 master， 不是产品记录分析，而是整条 master， 然后去做跟这条去做工作，你对以后再去做产品上记录合并。在这里的话，可以理解的请加二，我暂停一下讲，暂停一分钟，让大家思考一下。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大家可以提出来。如果东西有卡住的话，请你到这个 slide 方去回答问。今天不要把任何的疑惑带回去。我认为 deep range 啊，它是一个你就要去看很多书，然后看很多讲课程，你感觉容易搞懂地方。然后你真要去搞懂，就只有在团队上面搞。所以不要把疑惑带回去。今天我们一起把分支全部都搞懂，一起都把搞懂。好，那来，接下来我们再去讲。好，可是我们到这边的话，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这一条线呢、啊，其实我们看一下 GitHub， 它其实就提到说，你现在 source 啊，就是你现在要对外给大家看的网页啊，你会看到 U 分享说，你是不是想要移到 master 的 branch？那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代表说，对，我想要选择是 master 这条线，远端这条线。所以今天使用者都可以看到这条线内容。那你看到这东西啊，这是主机资料嘛？那我问一下各位同学，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开发都会有生主机，还会有生主机，生主机看媒体它跟到生主机上。你有这样观念的请加一，第一次听到请加二。好，我来解释一下，又看到请加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开发的时候啊，你想啊，你现在在线上网站啊，每小时几百上下，几百上下，你看几百上下。好，结果啊，我就想说，好像跟差不多了，那就是好像看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也给人家看，或者给客户看，我说我更新了，结果导致那什么程序坏掉，那个客户一直骂结账，谁错？开发者错，你也没给客户看。所以在设计上的时候，我们普通来讲都会有一个测试的，专门去测试主机，先给客户看这篇版本后，真的没问题，才推到正式主机上，让使用者主观看。
所以为什么会有个人取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今天这条线呢，就是专门是给顾客、给对外的使用者看的。可是我今天看上去不影响到它的功能问题。所以其实为什么汽车会有规矩，有系统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可以开一个分支，开另外一条线出来。那这条线呢，我可以在这边去做开发。开发我确认没问题以后，我可以先丢到云端服务上给大家看。没问题以后，我在隔壁 Mesco 的资料再提供那去做看看。所以说那么多，我们终于要开始建立分支了。哎，终于要建立分支。我们在前面讲什么东西？讲为什么会有为什么需要分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建立一条线的话，它可能是否正式推进。可是我们接这个主题要是不能变的，我们需要有些的旁边记录是单纯测试用的，等到东西没问题再把它并到正式的 master 的推举的线上。所以接下来老师要来开一个分支出来了，请你注意看哦。我要开一个这个分支名称叫 Velo， 就是开发的旁边记录。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来试着去开发一个，那开一个新 branch， 叫新分支的意思。那要怎样开新分支呢？语法简单，语法就是 git branch Velo。有些人会点话叫 DEV 哪些都可以，那我就把它去我还是叫 DELO 跑了。 OK， 好，我开完了，感觉上面有那么多电话，我发现到我注意上啊，我发现这电话这个 DELO， 你看到 DELO。那这三个的话呢，目前都指向到这个分支上，这个分支上，这个卡密记录上，我找到卡密记录上。所以啊，我今天要怎样看我目前的状态有几次分支呢？这句话就用 DEV 下去。好，那其实可以看到，目前的话有两分支，一个分支在 mas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 delog 上。我用拼字错，不过没关系，大家可以知道就好。delog。好，那当来到这以后的话呢，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然后你看卡密记录上，这边的话也确实就是三个点在这里。好，那接下来老师要来去做一些项目，这项目就是说，我现在都在 master 这条线做开发，那我今天想要切换到 delog 这条线该怎么做？我按加小写回到环境去，所以我可以切换到。Delog 去，那我今天在做切换的动作，你可以想象说，我现在在切换另外一个世界，我要换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因为现在我开一个新的分支了，在许多讲者在解释的时候，他会去提到说，他目前当下都在同个世界的位置去。那今天我开个 Delog 的时候，我可以针对他去做额外的开发。所以今天在写的时候呢，我今天就可以去切换到 Delog 分支。当我切换到 Delog 分支的话，感觉好像没有变什么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说的最上啊， Delog 变粗体，有没有看到？变粗体。然后今天我用 git branch 去查询，你会发现到那个 git branch。你看这个星号啊，它也跟讲说，你目前为啥在 Delog 的世界里面哦？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做些手脚。我现在要做手脚就是说，我要再新增一个档案叫 touch。index 2连续哦，再 touch 一个 index 3连续哦。好，那我电话就 DEV 点。那如果你是使用 DEV 啊，你在这边也会看到你目前所在位置在 Delog 上，所以我这边的话就一样正常运行。那电话就写 update。好，那写完以后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好，那你看哦，你能看到这两个东西。好，那写完以后我们就来看一下。index 2连续哦，再 touch 一个 index 3连续哦。好，那我电话就记成一点。那如果你是使用 DEV 啊，你在这边也会看到你目前所在位置在 Delog 上，所以我今天的话就一样正常运行。那电话写 update。好，那写完以后我们就来看一下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你们看到这两个东西，Delog 没有错。那 Delog 的话，里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话就 update， 然后在 master 呢，在第三行上。所以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的话做的是说，我开了一个新的 branch 出来了。当我开一个新的 branch 出来以后的话，那因为我今天的话呢，又去新增了 config 记录。好，所以刚刚的话呢，我刚做的情况，我开一个 Delog 以后啊，我今天在切换上的时候，我的 header 呢，我就切换到这里来了。这 header 就是你目前是指向到 config 哪一个 branch 的箭头上，所以 header 目前所在位置叫 Delog。那所以为什么刚打 config 记录显示信号就这样？好，所以我在 Delog 上呢，新增一个。卡密第五执行在 index 2 index 3，所以目前的话，我人位置在这 header 位置在这个卡密点上。
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来看数据，你可以看到目前呢、我在 Developer 这个位置上，然后这边全行初始代表目前在这里，我接下来要切换到这个 Master 的分支，让你去看一下它的状态。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去打开资料夹，然后呢，我要让各位同学看一下变化在哪里。所以在 Project 里面的话，目前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哪些呢？有 Index 2、Index 3。好，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要切换到原本的 Master 的世界的时候，我就用的 Git 去 Out， 这就要代表前往的意思。我要前往，我要切换到另外一个分支去。好 ，Master 啊 ，Master。那我们仔细来看一次啊，我翻到一件事情了，我的 index 2 index 3不见了，我翻到 index 2 index 3不见了。那原因是为什么呢？我再看数据，因为我目前已经切换到 master 的分支了。那请问一下，我现在切换到 master 分支啊，这个 head 还是停留在 developer 底下，还是说它已经切换到 master 底下的？好，因为当我使用 git 切换 master 的时候，它就切换到这里来了，切换到这里来了。所以这个 branch 呢，它有点像是一个便利贴，它会卡在这个行业上，就是说目前这个位置在哪？它在这行业层吗？还是在这个行业层上？所以，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位置它有 branch， 不等于你贴了便利贴说，好，你现在这个 branch 啊，你是卡在这个，你是直接在这个行业位置上。所以我就知道，今天我要切换的时候，切换到 head 的时候，它就会停留在你当初第一个位置，就在第三行业位置。好，所以这边的话，我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行业的话呢，我写在这里好了。行业的话呢，branch 就像是便利贴，它会贴在行业的位置上。好，然后呢，用 git 括号分支名称的时候。Head 也会依照对应位置指定到旁边进入它的位置。好，记住啊，会取消便利贴，还要给它旁边进入上的位置。那位置是它已经产生好的旁边，它可以产生到对应的位置。然后用 git 括号这个指令的时候，这段指令 Head 也会依照目前 Master 在哪里 ，Master 在第三行业层，第三行业层。所以今天我打 git 括号，我要切换到另外一条分支的时候，它今天就会到这里。然后让你看到这个行业的更新记录，但这更新记录我还没有新增 index 2和3，所以我刚才看不到的数据。好，所以呢，这里的话说到这里的话，稍微可以理解 Developer 是什么东西，就直接进到我们这一段停下。来，这一段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所以，那我们来重新考一次。就算老师不画，我就算不画的东西，我还是可以提出来。好，我帮新增第三个标签的，我会把标签。所以在原端 GitHub 上可以看到内容。来，那接下来的话呢？因为我这个第三名没有资料，我打算不让我们测试内容。Master 目前这个是上线版的最新版，那我想要它先被污染掉。所以我今天的话就在这个旁边记录啊，我可以去指定它目前的测试，这个便利贴贴在这个旁边记录上。那因为我想要开的是个记录出来，所以用 Git Branch Help 再开一个分支，它的便利贴也会贴在旁边记录上。好，那接下来呢？And we're back. The team is looking down the barrel of them. There, 我这个位置，我切换到这里，进去号，对吧？那我就用它呢，去产生出新的产品，产生出新的产品。所以在产生新产品的时候，给了我一项前进，然后再产品。好，所以现在给了我的话，因为有给我开这个产品，所以它会跟它前进。那前进的时候，配合跟给了我的东西，我会顺顺的跟着它。但是我现在想说，开发完了，然后看一下没什么记录，所以我就把它切换到这边。那我加到 header 来以后呢，我今天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我今天就看到原本的新增 index 2和3的记录，就看不到，因为在 header 里面我新增了两个，那这个档案就超一个，超一个 index 2和3。我在这个版本做这件事情， okay, 所以我今天切换到这里来，直接超出 H1 样式，所以在超出 H1 样式，我刚才没办法看到我的历史记录，因为我目前的 master 指向的这个旁边记录并没有这些资料，所以是看不到。OK， 好，那再讲这样，你觉得有更清楚的表示？接下来我们要去讲就是，可是最终我们还是要那个，我们还是必须要。让他可以吃到这个旁边记录，这样子我才可以把这个记录给推到云端去了，对不对？接下来崔老师就要教各位，我们到底该如何让他向前进，可以知道 developer 用 developer 产生出来的 commit。那此时的话，我们就会使用到 merge 就是合并，把分支来去做合并。那 merge 呢，就是来去做合并程式码的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使用这一法，这一法会做到显示就是，我今天可以把 developer 开出来这个分支啊，它目前会在这里，所以我今天可以说，我今天我的 master 啊，我要跟这个 developer 来做合并。所以我这个东西等下会直接向前进到这里来，因为接到合并的时候，它会就会知道这一场的记录，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就来看一下。那我下的指令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首先我 master 要拥有 developer 的资料，所以我就必须先切换到 master 去 ，OK， 先切换到 master， 因为我没有这个，所以我要合并 developer 产生出 commit 记录，我才可以吃掉它的资料，我才拥有它的能力。所以这的话呢，我就用 git merge developer 资料。然后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预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必须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它会移动到前面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处的资料。你看这边的话 ，developer master 目前在这里 ，developer 在这里。所以今天当我输入这个指令的时候，它就去做 merge。那 merge 的话，你会发现到，master 跟 developer 都在这里。那我请问一下各位同学，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目前的 master 就远端的 master， 请问一下，它这里有长出？这个卡密记录出来吗？有，请加一。没有的话，请加二。好，没有错，因为我刚才没有推上去做更新，所以根本还不会有这些资料。没有获取，没有错。所以这边的话，它的指向到的卡密记录还是在第三个上，还在第三个上。OK。
所以这边的话关键还是要清楚。那这一画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这一画呢，原本的话我们在跑戏的时候没给大家看，本来是这样子的，本来是这样子的。OK，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我是分支机的资料，所以最后我来这里，我开一个新分支，因为不想要我等下开扛命污染到 Mister， 所以我现在的话用配合，切换到这里来，开一个新扛命。好，开新扛命。那开新扛命的时候，那他就移动到这儿来。好，这样。那开到这里来的时候呢，他今天 Mister 啊，因为这个 Developer 跟 Mister 都在同一个扛命的记录上，他是基于同个基底。同基底，在同个基底情况下的时候，最近像是说，我今天放慢节奏来讲一下，因为原本我们都在收一样位置上，所以他们当初身处的时空啊，都在同扛命记录。但是今天因为我今天的话切换到另外时空，叫 Developer 的时空，所以呢，在这个位置的话 ，Developer 已经进到未来的第一天了。好，可是 Master 当下还在进程状态，可是 Master 也希望这时空可以向前进到一天，所以他要回到未来，回到未来的位置去。所以 Master 的话就可以移动到，我今天用梦觉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移动到前面的位置。那移动到这边位置的话呢，我们会称作东西叫快转，就叫时空快转意识，我可以直接自动的移动到这里位置去，因为原本他们基底都在第三卡密，他都在这个卡密点进入出来。那这个快转东西，或许有许多第一次接触第一次接触 Git 的学员会有点抽象，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后面会有非常多的方式让你知道快转跟非快转的方式，这东西会有很多方案来做讲解。好，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样子。所以在这样情况下的话，你先看一下 Master， 跟 Developer 就在一样位置，但是 Orange Master 还在远端的位置，那我这边不跟你谈。那你在有些情况下，你可能会讲说，那除了这样的方式的话，还有哪几种扛命的方式？其实有的。那其中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今天的话可以再切换到 Git out。好，那我接下过来的时候，我可以再新增扛命记录，比如说我新增一个 touch index 4 h channel， 然后 git add 点，然后 git 扛命 h add， 然后 add index 4。好，那我今天新增 index 4的时候啊 ，OK， 新增 index 4的时候，它的 developer 就又产生出一个新的，OK， 所以目前会在这里。好，那有另外一种合并方式，我现在要讲两种啊，今天也只会讲这两种，我们都会随时，我们都会围绕在这两种身上。讲完这两种，我们就会用很多的范例去讲解这两种关系。所以今天讲这种是最后一种合并方式。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今天就切换到 shout 到 master。有些人会想说，另外的合并方式它语法是这样的，它叫做 git merge， git merge。然后 git merge 的话是说，我要合并是哪一条分支，然后这条分支叫 below， 然后我可以用这段语法 no ff， 就是说我不要等。我不希望产生出一堆这样的直接移动到这里来，我想要产生出一个新的扛命记录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在做的时候呢，它会跳出这个资讯出来，就问你说，我要去产生出一个扛命记录。那这里的内容呢，等同于我在打 git commit dash f 里面的这个内容，因为这个是自动触发，我要产生出一个新的扛命记录。那里面内容呢，就等同于这个内容。那你今天觉得这样内容你编辑了没问题，就让它就自动的合并成功。好，合并成功。那合并成功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数长的样子。有没有发现到，它就变成说，我现在的话就变成 develop 的话，它会有效多，然后差别在哪里？会产生出一个新的扛命记录出来 ，OK， 会产生出新的扛命记录出来。所以你看一下哦，我今天的话，这样的话就变成说，我今天的内容呢是我 develop 的话是这样子，然后今天我的 master 呢产生出在合并的时候产生出一个新的扛命记录，好，新的扛命记录。那这个扛命记录呢是借由 develop， 它是这个，既有这个，然后跟 develop 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扛命出来，硬是产生出一个新的扛命记录。所以有这两种合并方式，那可能有学生说，老师啊，为什么要弄复杂，还要去学这两种？因为在开发上啊，有时候如果只是单纯这条线啊一直前进，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它中间到底改什么东西，所以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会认为说，我们今天开发新功能就产生出一个旁边内容出来，产生出来以后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两个东西有合并在一起，有经过合并的，否则它都直接从这条线一直快转，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间点去做合并。所以在此时的话，在开发新功能上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这种开发有效多，就是会有这种这种线，然后再看的时候比较可以看得出来它有做合并，我都在同条线，你也跟不知道它去做什么事情，会有这样的方式出现。所以它的流程主要是这样子。好，说到这边的话，我们就暂停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一下了。我们接下来要怎样去练习呢？来，今天的课讲完了，我们今天要再做另外一件，就是我们要再花10分钟彻底了解 deep branch。